就是像那种可以把吸管锁住的那种啊，如果要用就把它解开就可以用。可以用纸箱，然后做成一个正方形，然后里面就把外面的纸箱戳洞，然后把铁丝穿过去，然后做一个圆形，就可以把吸管放进去。好，啊，你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示意。嘿，看不懂。可以，好，我打过去了。让我看一下。哦，看懂了。